三甲多呢。啊，还有老房子那里还有一甲多呢。哦。所以这边就是种印加果跟柠檬这样子。对，甜柠檬是上面那一块。对啊，它这里是印加果。啊，想要养了一些小白兔啊，小白兔吃的，你看杂草都没有啊，只是那种草它不吃。啊，灌溉就很少啊，这个又不用，又没有打农药，又没有给它灌溉，你看都没有装备那个灌溉的水的，都没有，自生自灭。所以那边平常的话就是等雨水嘛。对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是一样啊，等它靠了天。就是那个印加果很容易死掉，好像有一种什么病，我们都没有处理它啦。一甲多地，一甲多地就隔壁林地就打了杀草剂，就被都废除掉了，就没有友善了。啊，就过来就还是一样杂草，还是那么多啊，都没有。